草顿店建地六至经过已经十多年，为着持续推动这项产业，会当加入农业部农业金专区计划。草顿镇公所举办六至经过神农教育品尝展示活动，邀请总埔西以六至经过绿菜研发创意料理，并且配合试吃品尝，让大家当看到六至经过多元的料理应用。草顿店六至经过目前进入三期，更是享用的好季节。桌顶家一盘一盘利用着六至金瓜做的料理，亲像金瓜米粉、金瓜麻油鸡加等等，是从埔西来搭配着南投县在地农特产做研发，会使变化煮着真色好食的料理。主食的部分，我们选用米粉，哦，常常听到的这个金瓜炒米粉，哦，啊，都有咱的炸类的，都是我们特别用一个老少咸宜的东西哦，就是吐司。下去浸泡我们的牛奶，啊，下去裹这个我们的脆猪粉，哦，吃起来有一些像我们麻糬的口感，哦，我刚试吃三项，这三项我感觉三项都不错，这就是可丽饼，哦，它的 脆度有够，啊，软度也很好吃。草顿镇公所用心来举办着这场六至金瓜神农教育如果享用电视活动，目的是希望讲加入到农业部农业经营专区的计划，就是引进着更侪资源，让大家来看到镇内六至金瓜好品质，帮助农民增加着收入。啊，这个病虫啊，甲培养啊，拢阮拢一直咧，拢在改进吼，哦。所以讲咧，啊，这几年来，用讲产销利率以外吼，啊，对着啊这个品质啊，用讲是受啊各界非常非常肯定吼，哦，甚至咧，咱的这个栗子南瓜的这个好食度已经超越日本了吼。哦基本拢总共发着十道六至金瓜料理，公所欢迎讲改食米线民众会当试看物奈，而且六至金瓜多是伫农历春节进前来收成，嘛是袂歹春节盘手咧。记者林雨欣，草报道。